明星动态主持人李斌因病面目全非，近期大家熟悉的主持人李斌在平台亮相，在视频中主动介绍自己的近况，这几年生了一场大病，眼肿得很明显，并提醒大家要注重健康。他曾主持过安徽卫视的超级大赢家，当时的搭档还有郭德纲、沈凌，当红的人气偶像都曾参加过，如赵薇、林心如、苏有朋、蔡依林等，从而奠定了当时主持界的名嘴基础。代表作有《欢乐家庭》《阳光的爱情故事》《欢乐总动员》。如今李斌衰老变成这个样子，也很令喜爱他的粉丝心疼，希望他尽快恢复健康，重返主持舞台。